双法师啊，直接秒他们啊。但维拉也是我的 main 角哎、欸。传说对决，我气球集合。玩具。翻页，翻页，翻页。跟着我。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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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。我一个人。我摸路好了。撤退！别打魔龙。膜拜我吧！靠背会被景色爆啊！哇！哦哟！等我二级啊，他妈滚过来，我就他妈定爆他！那我们就请他吃一套、啊。让我投怀送抱。等我二级，等我二级。然后我定他，你就直接妈的把他炸起来嘿，就直接请他吃一套啊！来，我干他杀小爱，真的那么痛啊！气球集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定到你他妈，请你送你吃一套啊！开玩笑的、啊。可以去跑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克里希一个人清兵速度就够了。那维拉游击超强的、啊，四级之后你他妈在野区被他抓到你就完蛋了，你吃到他一套你就完了。如果搭配他们打野的话，新鲜的灵魂来了，万一我来了，如果还没四级啊，妈打球都妈送他一套啊！干超痛的，有没有？被秒杀。我们两个双大下去一定死的啊！啊小心中期会战，不要被黏到。没有，他妈超痛的啊！靠背靠背，哦哦哦，爱丽丝屋哦。妈的，他在出来，我他妈浇树你进去干爆他、啊！你这里这里，哈哈哈哈哈！干他妈超强的啦，哇！原来是魔龙是吗？欸、你他妈拉太出来了啦！哇，不是不是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维拉他技能如果打到敌人的话，会降魔法防御啊。然后我们的输出又是全法师啊，我们是全法师的阵容啊。而且爱丽丝他的大绝会降魔法防御啊。
他们如果都站在爱丽丝大学里面的话，妈，我们法师全部输出，他们一定被秒掉的、啊。维拉也会降魔法嘛、啊？我们一定要先发制人。我靠！没换他被抓了，我8-1啊！看我维拉接招超快的啊，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以前用维拉打上 S 的，上一季的时候用维拉打上 S 的。完了，妈接招超快的啊！维拉玩300多场哎、欸，但是后来都没再玩了、啊，因为不好用啊，打牌会不好用啊。哎、欸，对，你那被扛塔、啊。就是我们有一个缺点呐、啊，那拆塔太慢了。孔云到完了啊、欸、！Shut down 了、啊，对啊，哦啊！就我马尔最硬而已啊！妈的，他给你出全模仿的、啊，那我们小丑在上路很开心呢吼。维拉斐很恐怖的、啊，他一套超痛的、啊，千万别让维拉斐啊！我们现在是怕沃马尔冲进来而已啊，沃马尔冲进来我们就完蛋了啊，如果我们秒不掉沃马尔的话就完蛋了，就被干爆的啊。蹲一个，他是白痴，他妈还出那个啊，他还出那个啊，爱出御魔剑呐、啊！把护盾直接被我们敲爆啊！哎、欸，这里，靠北，干什么？我们也被秒杀、啊！维拉在干嘛、啊？耍白痴啊！我懂啊。
我要玩新玩具。哇！你一定要走一起啊！小心被包围。游戏，妈一套中他、他来一个秒一个、啊。我的冷却已经越来越短了啦。血债血还。他走超慢的。哇！感觉又被冲了。哦！他妈，你攻速怎么快啊？我干！他妈，爱丽丝玩悟空的、啊，他小啊！超猛的、啊！哇，嗝屁了！爱丽丝玩悟空的、啊，他出龙骨剑啊。小心被包围。聊天室溜起来啊！妈，我九颗头都没人说我六，操！我要玩悟空的维拉。那我们来秒魔龙啊，好吧，秒魔龙。我去抓下路。妈超痛的、啊。我在、欸。让我投怀送抱。对，开始撤退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。你不在，让我最需要爱。你却不在。小心被包围。哇！欸，悟空啊，悟空啊！你娘嘞，暴击2700啊，啥小啊！有人要被抓了！哇，完蛋了！哇哇！穆维拉大绝丢到野怪了！他妈爱丽丝单机狗、哦！格列斯啊！
妈对面一定无眼了、啊，干哦他妈，他们那个阵容我们居然打不赢啊！哇，对面直接无眼了、啊。我现在一套是会秒人的、啊，现在一套留在楚楚身上是会秒人的、啊。悟空快满装了、啊，他们锦他妈受不了啊！锦直接出防御魔防装啊，锦直接出仙灵吊坠啊！你们看到？孤仙吊坠没用的啊，我们是会降魔防的、啊。你看，连他妈雾马尔都快被秒了、啊。快打、啊！快打、啊！快打、啊！不行啊！干，那超靠谱的，以为他来了啊！干的话用普攻敲死人啊！我他妈出魔法穿透啊！你们出魔法装没用的、啊，他妈穿死你们了、啊！哦，狂暴之手啊！投怀送抱吧。Ultimate。新鲜的灵魂。An ally has been defeated. 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悟空在后面哦，悟空在后面哦，我的悟空来。好戏呀！他妈等你很久的啊！啊，你再来啊！过来，你被冲后排没？小赛，我妈的快出来了！我妈出来直接秒他、啊，懂我意思吗？他快出来的。哇！没兵了！啊，锦复活了，快跑啊！小心被包围！啊，单吃古龙！我要玩新玩具。喂，那是凯撒。被发现了啦！哦，哈我神枪凯撒出现啦！干 ，Q 嘿，必输进海是恁哪里？还是咪凯撒？只个强双杀？妈、啊，跑太慢了，我要出跑鞋啊！妈、啊，打快二十分钟啊，大哥，别闹了。新鲜的灵魂，让我永葆青春。你要天使六起来。气球集合。我一个人。干他！一个人。空空空！遇到你那老戏呀，秒杀他！等一下，等我 CD 啊。秒他、啊！哦，
这么小，加塞啦！来啊来啊，过来啊！他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啊！你去加塞啊！你刚刚被我大雪丢到都死啊！哎，我他妈快扛不住了，我扭扛啊！下一位。那对面直接无眼，我干他妈五只法师打不赢，哇！欸，干他妈爱丽丝出全武功的啊！对英雄伤害，剩3%，还好啊。总输出36%，干还不是靠我秒人的？呀嘞，后面那会战都靠我在秒人的啊！他们来一只秒一只，来一只秒一只啊！太神了啊！跟说维拉他妈飞起来很恐怖的、啊，尤其他妈对面又双法师加悟空加一只锦，你看他们锦他妈出魔防血啊，又出御魔剑，又出仙灵吊坠啊，他妈只还是一样被秒掉啊。